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，感谢赞美耶稣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啊，我有感动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属灵征战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了啊，魔鬼撒旦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了。好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真的需要明白属灵征战的一些真理啊。我们先看两节经文好吧。这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叫丰盛生命教会啊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，黄牧师就因为这节经文让我们教会叫什么丰盛，好像你都不知道丰盛生命教会啊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教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啊。这个是我们真的耶稣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但是魔鬼撒旦不甘心啊，他要偷窃毁坏和杀害啊，所以我们要征战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，再看一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，来，一起来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。我们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，和前面魔鬼撒旦要偷窃毁坏杀害啊，他在遍地游行，在寻找什么？寻找可吞吃的人啊，证明这不是说每一个人啊，有的人他吞吃不掉，那些可吞吃的人啊。如果我们看这节经文的前面的话，上帝要什么？让我们谦卑束腰，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啊。再往后的话，神的话语说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啊。然后下来就是这节经文啊，说你们要无比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他寻找是什么样一群人啊？就是那些怎么讲了，骄傲自大，不谦卑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很谦卑的话，那个魔鬼的箭是射不到我们身上的，是吧？或者我们飞得特别高，像老鹰一样翱翔在天空，那恶者的火箭也不会射到我们的身上啊。另外就是我们不能忧虑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啊。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一个忧虑当中、担心当中、恐惧当中，活在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，那就是魔鬼要吞吃的人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啊，我们无论面对任何的环境，我们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啊，我们选择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感恩，哈利路亚。就堵住一切的破口，不让魔鬼撒旦怎么来吞吃我们，阿们。啊，我们丰盛生命教会都是不被他吞吃的啊！我们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是有属天的聪明智慧啊！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题目，就是属灵征战得胜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定要打美好的仗啊！一定要打美好的仗，靠着耶稣，简单讲就是靠着主耶稣，我们要打什么美好的胜仗？我们每天都要得胜，每天都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！绝对不能让魔鬼撒旦把我们吞吃掉，他要不要吃我们？他时时刻刻想吞吃我们，他一直在偷窃毁坏杀害，但是求上帝把这样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边啊！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几点啊。第一点就是靠着主的宝血来得胜，感谢主，阿妹。哇，我觉得怎么意思的选那个歌怎么那么好了，是不是你选的？我觉得那个歌怎么今天全选的，我就一唱完我就觉得我不用讲道了，我这个歌多唱几遍就 OK 了，多唱一下就 OK 了，怎么主的宝血、主的名怎么全是我要分享？主的救恩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哇，圣灵在做奇妙的事情，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在做奇妙美好的事情。所以第二，我们要靠着什么？主的名得胜。第三，我们靠着主的爱得胜。第四，我们靠着主的话和他的应许来得胜，靠着主的话得胜。第六，靠着主的灵得胜。最后一点啊，第六点，哈利路亚，靠着主的得胜来得胜，就是其实就是靠着主的十字架来得胜。我把它说得更白一点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得胜，哈利路亚，他借着十字架已经完全得胜，已经把魔鬼撒旦完全胜过，已经打碎恶者的头了。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，我们今天可以完全得胜
我和大家分享这几点。第一点，靠着主的宝血得胜。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说，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，哈利路亚，而且是永远有功效的。哇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上帝的宝血，耶稣基督留下的宝血，我们黄牧师常说一句话，他每次领圣餐都说，这不是普通人的血，这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天上的神，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所留下的宝血，他的宝血是没有任何的沾染，没有任何的罪，没有任何的污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的血带着极大的能力，把整个的宇宙都完全可以洁净，哈利路亚，他可以把我们的身心灵完全洁净。哇，感谢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教会 是他的血重价所赎买回来，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圣洁的，是光明的，是美好的，是荣耀的，是因着耶稣的血。阿们。耶稣的血他要对付我们所有的罪行，他因着耶稣的血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全部赦免。所以刚才那歌唱什么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今天洁白纯洁的如白雪一样，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是那么的圣洁，那么的美好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无瑕疵完美，哇，那么的美好。所以上帝今天用他完全的爱来爱我们，是因着耶稣的宝血，因为耶稣的宝血全然洁净我们，所以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今天可以全然的得胜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所以当耶稣的宝血可以涂抹在我们的心上，让我们的心怀意念得着保守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的嘴上，可以让我们口出恩言，让那些污秽的言语不要从我们嘴里出来，哈利路亚，负面的言语不要从我们嘴里出来，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思想意识，把我们思想意识里边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洁净，让神的话语美好的东西存积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让耶稣的宝血进入我们的身心灵，让我们身心灵完全健康美好，哈利路亚。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宝血都会保守你的钱包，保守你的信用卡，相信不相信？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生命当中的方方面面，求主的宝血完全的洁净我们。我们可以把血洒在我们的眉栓上，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民当他们把羔羊的宝血涂在眉眶上的时候，灭命的天使就越过这个眉，他们的生命就得着保护。今天我们同样让我们的房屋四周求主的宝血来洁净，哈利路亚，让他在我们的四周设立篱笆火墙来看顾保护我们，没有神的许可，恶者不能进入我们的家中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求主的宝血把我们的房屋，把我们的每一个的空间都全然的洁净，让我们在一个神的恩典祝福和保护的当中。所以我们靠着耶稣的主的宝血，我们可以全然得胜，哈利路亚。我记得以前听过一个韩国的牧师，他做见证，有一个人得了胃癌了，哇，然后他去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，主的宝血洒在你的肠胃里边，哇，他每天去祷告，主的宝血洒在你的肠胃里边，哇，然后那个癌细胞后来就不翼而飞了，哇，所以主的宝血还带着极大的医治的能力，所以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哇，所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这是神耶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留下的宝血，是大有能力大有功效的，所以我们不要藏在那儿不用它啊，我们要用，哈利路亚啊！我们每次服侍完，我们当然也求主的宝血都洁净我们等等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我们靠着主的宝血可以全然得胜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给我们的祝福，他是给我们征战得胜的武器，主的宝血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求上帝来开启我们啊，认识宝血的真理，在宝血里边我们得到平安喜乐，在宝血里边我们得到健康，得到长寿，得到富足，甚至哈利路亚，在主的宝血里边我们全然得胜啊！这是我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靠着主的宝血来得胜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感谢赞美主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免费的，不花钱的，
感谢主，这是主的宝血白白的给我们流出啊，完全的洁净了我们。第二点，我们靠着什么？主的名得胜，靠着耶稣的名得胜。我们看这些经文啊，腓立比书2:9说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10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阿们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因着耶稣，他本来是神，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，反而虚己，而他成为人，谦卑，最后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，最后降到了阴间，降到最低处。但是神把他升高，哈利路亚。到9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就所有的一切，阿们。宇宙间的一切，所有的一切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所以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啊！连那个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一切的一切，是耶稣把那个权柄都全部拿过了，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，今天都要屈膝在耶稣的脚下。所以我们的名是什么？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是大而可畏的名，哈利路亚，是胜过一切的名。所以我们要宣告主的名就可以胜过一切魔鬼撒旦，胜过一切恶者，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天上的、地下的，他在耶稣基督的名面前怎么样，都要瑟缩发抖，都要屈膝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你生命当中无论面对今天何等的困难，何等的一个仇敌，你要知道有名字的，他在耶稣基督面前都要屈膝，都要下拜。阿们。耶稣的名超越这一切。可能真的有的我们的家人们，有的甚至得了癌症了，得了什么什么什么，耶稣的名超过这一切，哈利路亚。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问题再多，困难再多，我们耶稣的名超越这一切，所以因着耶稣的名我们可以得胜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你生命当中一切的仇敌，斥责你生命当中的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奉主耶稣的名，这些拦阻我们的、捆绑我们的、辖制我们的这些恶者要全部把它粉碎，这些锁链要全然都断开，你可以过完全自由、释放、喜乐、得胜的生活，是因着什么？因着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记住要奉耶稣的名啊！我们可能真的很软弱，我们真的可能很渺小，但是耶稣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耶稣的名是大而可为的名。我记得我以前听说有一个人赶鬼的，他说哇，他挺力量挺大的，他挺强壮的，他在赶鬼的说，命令鬼出来，那个鬼说，你没奉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我不出来。那鬼说，你没说你忘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了。那鬼还提醒一下他。那圣经的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，说耶稣我认识，保罗我也认识，说你是谁了，你还想赶鬼的，然后鬼就跳到他身上去了。哇，所以我们要怎么奉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啊，我们自己真的有时候很软弱很渺小，但是你奉主的名，魔鬼撒旦一听是耶稣基督的名，他就仓皇逃跑了，感谢主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靠着什么？靠着主的名来得胜。阿们，哈利路亚啊！第三点啊，和大家第三点啊，这都是武器啊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武器，在末世我们真的是要用这些的武器，我们就可以全然得胜。第三点，靠着主的爱得胜，靠着耶稣的爱来得胜，哈利路亚。我的名字叫约翰啊，约翰就是被神所爱的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常常念我的名字，我告诉我自己是被上帝所爱的，所以我每天里边就有平安和喜乐。哇 ，sometimes， 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说了，没关系了啊，是吧？
有时候魔鬼会欺负我们，魔鬼也会借着我最亲的人欺负我一下，挑逗我一下。我就宣告，我说耶稣被耶稣所爱的，哈利路亚，哇，我就得胜了。感谢主啊！我们看这节经文，罗马书8:37说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，哈利路亚！啊，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注意啊，这是说，然而靠着什么？爱我们的主啊，这个不一样的。如果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，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，没问题。靠着我们的主，真的可以得胜有余。但是你要更认识到，这说得非常清楚，说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。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，是吧？这位主是真的是太爱我们了，他实在是爱我们，哈利路亚！是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这位知道这位主特别的爱我们，我们的心理感受都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做丈夫的要多告诉我们的太太说我爱你，如果你太太在你边上的，你告诉她说你爱她，告诉一下可以不可以？要多告诉她说，你说我知道我这个 心里面很爱你的，你心里很爱你，要多告诉她，她心里面说一遍不行，说两遍，说是每天说，每天说100遍也不多的啊，多说那个就相当于维生素 C， 相当于吃药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哇，也是那个也可以美容的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，这个感谢主，还有姐妹们也是一样，姐妹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弟兄，也告诉说，哎，我是很爱你的啊，是吧？我以你为荣了，哎，夸奖一下他，是吧？鼓励一下他。我们的姐妹有时候，哎呀，求主给我们恩典了啊，是吧？不一样的是吧？我们的人都是，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苗圃课程有一个例子。所以有一个姐妹了，有个姐妹她先生就和她关系特别不好，甚至有虐待她了，甚至有一个阶段真的是虐待她，对她真的是态度特别的不好。那后来这个姐妹就上了那个苗圃课程以后，哇，她就每天宣告，她知道口出恩言，她就宣告，宣告什么？宣告我的先生是爱我的。她每天在讲奉主的名宣告，我的先生是爱我的，我的先生是爱我的。哎，他宣告了几天以后，他发现他那个先生的态度真的改变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领受到了那个爱，他领受到神的爱，他相信神赐给他的人会改变的，会爱他的。哇，最后他们的关系就改变了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今天不要说相信人的爱，你相信不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爱你的？你相信不相信主是爱你的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真的，我们上次讲，你能不能确确实实相信这位上帝是爱你的？还是你觉得这位上帝是管教你的主，甚至是惩罚你的主？这位上帝是贴脸包公，你到底对这位上帝怎么看的？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这位上帝今天真的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哈利路亚。他用永远的爱来爱他给我们的绝对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你要认识到这位上帝真的是爱你的，哈利路亚！这位上帝太爱我了，所以我就心里很踏实，我就很安宁，我晚上就睡得很香甜，哈利路亚！没关系的，天塌下来，张红在后面顶着，大格子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你知道不知道上帝多爱你吗？天父爱我们到一个程度，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，说岂不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他不把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这位上帝今天就是这样的爱我们。你知道不知道有这样一位上帝今天这样的爱你，你还有什么担心？还有什么忧虑？还有什么怀疑的？哈利路亚，不用了，感谢赞美主，阿利米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感谢主啊。所以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就是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上帝，他是绝对的爱我们。因着耶稣的宝血啊，他本身今天这位天父，这位主是绝对的爱我们，100%的爱我们，无条件的爱我们，哈利路亚。无论你今天在什么光景，无论状什么状况，无论你多么的软弱，甚至你犯罪跌倒，哈利路亚，上帝的爱绝对不会改变，哈利路亚。在你软弱的地方，上帝的恩典才显得更完全，上帝的能力才显得更完全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的孩子刚强的时候，好多时候没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不用管他，你去吧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当我们的孩子不小心跌了一跤的时候，你想想我们会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会更爱他？我们可能过去会拥抱他，我们过去告诉他说，孩子没事，站立起来，继续向前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改变，哈利路亚。
就算我的孩子今年那么大了，我的孩子已经是有孩子了，对不对？我都有时候的话，我还抓紧机会告诉他一声，说爸爸会永远爱你的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如此？阿们。所以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就可以怎么得胜有余，在一切的事上，这是说在一切的事上，在所有的事上你都可以 得胜有余了，无论什么事情，无论身体的事情、关系的事情、家庭的事情、服事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，哈利路亚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了。哇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哇，把你眼睛闭住想一想，天父就是那么的爱你，然后你扑哧偷偷就笑了。哈利路亚，哇，你就笑了。我就记得我以前认识一个 我在当时大学的时候，我一个同事了，那个女孩找了一个对象啊，他那个对象真的是特别可爱，他就想起他那个对象，他就不知就笑了，就偷偷就笑了。他觉得他那个先生那么的爱他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今天想起我们的良人这么的爱我的时候，哇，你心里面就喜乐，忧愁烦恼都不见了。阿妹，可以不可以？啊，所以要认识神的爱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的。魔鬼撒旦要偷窃、毁坏、杀害，但是神来了，耶稣基督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他用无限的爱来爱我们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马太福音3:16说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就开了，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说了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和平鸽啊，就是圣灵。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来，他是要带给世间和平的，他是带给我们平安的，他是要带给我们祝福的。这个鸽子是圣灵，这个圣灵的鸽子是和平的鸽子，他来到地上是拆毁一切割断的墙了，要把美好赐给神的儿女们，要带给这个世界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这儿我和大家主要说第二句，第二句马太福音3:10说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哈利路亚，来我们一起来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把这句话改一下好不好？从天上有声音说，我是神的爱子，你所喜悦的。可以改一下吗？把你名字也加上也可以。薛俊杰是上帝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换成你的名字可以不可以？这句话成立不成立？100%的成立。因着耶稣基督，天父今天就像爱他的爱子一样的爱我们。天父就这样爱我们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幸福不幸福？激动不激动？开心不开心？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要不要唱歌？要不要赞美？要不要跳舞？要不要呼喊哈利路亚？感谢主啊，们。哇，因为我们是神的爱子，是他所喜悦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得胜。管他别人那么多的什么臭脸，哦，主这么爱我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耶稣。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的爱我们的主，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全然的得胜，我们可以完全得胜。哈利路亚啊，这是第三点啊，靠着主的爱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把他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啊，圣灵把耶稣基督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边啊。我们认识真理，真理就让我们得自由。我们要知道，一定要知道，一定要知道，上帝今天是绝对爱你的。哈利路亚，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。上帝是 100% 100%的爱你，哈利路亚，不打折扣的，毫不含糊的，毫不没有一点忧虑的，他完全完全完全的爱你，完全的爱在你的里边。哈利路亚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，不是说 你那个爱完全，是耶稣基督的爱在你里边完全，是天父用完全的爱来爱你，所以就把惧怕除去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太太晚上睡觉前我就告诉她说我绝对爱你，然后她那天晚上就睡得比较好。特别是一些特别时刻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啊。所以神的爱啊，靠神。第四点，第四点啊，求主的帮，靠着主的话
和应许来得胜啊，就是靠着神的话，靠着神的话得胜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旷野三次试探都是靠着神的话啊，靠着神的话得胜。那我们今天同样，我们上次说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哇，是大有力量的，感谢主，它不是人的，是神的话，它是灵，是生命，是rhema，哈利路亚，神的话可以得胜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，这是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就神的应许，神的话，哈利路亚，神的每一句话都是安定在天，永远都不改变的。神的话，神的应许，这说什么？在耶稣基督里边，今天都是是的，都是阿们的。有人统计过圣经上的应许啊，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本书，叫程蒙恩那个牧师了，他是香港是哪？专门写过一本书，神的应许，有太多的应许了，圣经上有太多的应许，旧约的、新约的，太多的应许，哈利路亚。关于我们生命得救的应许，关于罪得赦免的应许，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的应许等等。也关乎我们生活的应许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得健康的应许，我们服事得力的应许，我们甚至我们财富兴盛的应许，太多太多了，哈利路亚。那这些所有的应许今天在耶稣基督里边都是是的，就是说这一切的应许今天都是属于你的。告诉你自己说，你说圣经上所有的应许都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哈利路亚，所有的应许全是你的，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依靠神的话语，依靠神的应许，是不是可以得胜？在任何的环境下，你发现神都有让我们得胜的应许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也有一些神的话语吧。在各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使用神的话啊。我们人有时候会真的会怕死了啊，是吧？那诗篇九十一章十六节说：“我要是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”我们这是神的话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，心里边有一些担心害怕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自己的话，也会鼓励我们自己，也会肯定我们自己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。就像2011年，我当时我地震，我不是地震，不是地震，那个2021年我们这地震啊，2021年我不是突然就生病了，我下午还好好的去参加祷告会，结果到晚上祷告会结束，我在那跪了两个小时，起来以后我向楼下走的时候，我都一开始都没发现，然后我边上一个大哥说：“哎呦，薛老师，你这个走路不对啊，你怎么走一步好像退一步似的？”我都没意识到，我还以为我在那跪了两个小时，腿跪酸了，腿跪的麻了，我走路那样的。结果他说我不对劲，结果没想到从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到星期五，我的腿一天比一天严重。然后我走路的话，我走那个台阶的话是根本上不去的。不是根本上不去，就是很困难，很困难，必须扶着那个扶手。然后我走路的话是不能这样走的了。不能这样走，我是这样走的，我是这样走的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样一步步往前挪的，怕不怕死？我那天晚上星期五到晚上，而且我拿起搜子说搜一下我的头的，结果一拿搜子以后，我找不到我的头了，一搜就不知道是搜什么地方，手也不听使唤了，怕不怕死？我太太那会儿还不在，我一个人在那地方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我说上帝不试试，怕不怕？哇，然后我一到那个网上一搜，然后那个所有的问题好像都在我身上，这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我完蛋了，哎呦，怕，感谢主，当然我也相信，我就向上帝也祷告了啊，我也宣告上帝的话语，然后我就把我交托给主，我就睡觉了，哇，然后到第二天早上，神就给我里边两个字说禁食。哇，然后从星期六、星期天、星期一，我就三天进食，滴一粒米都没进了，喝了三天矿泉水，然后我发现我的身体开始逆转了，然后后来就到今天，我就全部恢复了，完全健康了，哈利路亚。当时医生要让我住院啊，鼓个掌可以，感谢赞美主，神得荣耀，哈利路亚，上帝得荣耀。我完全得医治了啊，真的完全得医治了啊，感谢主，我现在活蹦乱跳的。我上次我和我那个亲家在一个地方，像这么高的地方，我哗就跳下去了，我哗我就蹦上了，他就吓死了，他说哇你这次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
但是上帝完全医治我。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害怕，我想起我当时那个心情啊。但是我们可以宣告神的话，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神的救恩是全方位的，哈利路亚！他救把我们的生命，救把我们的生活，救把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，救把我们在疾病的权势当中，神的救恩去显明给我们，哈利路亚！啊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怕出事故的啊，有时候开车的话，我前天还碰见一个姐妹，说她有一段时间就根本不敢开车，她一开车她就怕她出事故。你知道，你里边越怕，那个害怕的就真的朝你走来了啊。那个约伯记上说的非常清楚的，你害怕的就朝你走来了，哇！那向上帝祷告，求上帝把平安放在我们的里边。诗篇91篇第7节说：“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临到你。”哇，我怕我今天又讲不完了。然后怕瘟疫的时候，诗篇91篇第5节说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兴的瘟疫，或是雾间灭人的毒病。啊，现在还是有瘟疫的，我们常常宣告诗篇这个91篇啊。彼得，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彼得前书24章说，他必挂在木头上，亲自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阿们。当你生病，你要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，你真的得着医治了。哇，我那段时间，我每天要宣告，我告诉你说，不知道是几百遍、几千遍，我不知道多少遍，我每天就宣告。他们让我吃那个药，我把它都丢掉了。我这个不用向我学习啊，该吃药还是吃啊，是吧？我每天就宣告，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让我得医治；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让我得；因着耶稣所受的鞭伤，让我得医治；因着所受的鞭，耶稣所受的鞭伤，让我得了医治。哇，我越宣告，我里边那个就越感觉到那个就有那个力量，哇！然后我就感觉到我那个血液循环就变好了，感谢主，我那个血管都打通了，哇！然后我的身体就健康了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耶稣。所以我们要宣告，我们身体有软弱，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，靠着神的话，靠着神的应许，我们可以什么？全然得医治，阿们！可以完全得医治。我们丰盛生命教会的每一个家人都是健康的，哈利路亚！完全健康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的话语要祝福我们，我们要得到全然的健康。诗篇103篇，上次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什么？一切的疾病。这没有说大病小病，没有说是感冒头疼脑还是什么炎症什么肺病，没有说的，是所有的疾病。哈利路亚，所有的疾病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小病，都是小问题，这些疾病都要屈膝在耶稣基督面前。哈利路亚，耶稣的名都要胜过他，耶稣的宝血都要胜过他，哈利路亚！神的爱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疾病，所以我们要得健康，阿们！不到时间我们绝对不走，哈利路亚！神让我们走我们才走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然后有时候担心孩子了，担心孩子，箴言书说，恶人虽然联手也不免受罚，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可以宣告，早晨有时候感觉不太好，你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怎么高兴欢喜。早上有时候起来真的觉得哇，有点好像不太好，你要宣告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其中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是星期天，一定要高兴欢喜的，开开心心的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，赞美他。哇，每天也要开声的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啊！我这个不说了啊，你们有兴趣的再说了，我没时间。第五点，靠着主的灵来得胜啊。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。所以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啊，上帝不但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他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可以得力量，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一切诡计，阿们。这个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家人们对这个神的灵，我们黄牧师一直强调这个。使徒行传1章8节说，但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信耶稣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边，而且我们需要什么？外在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我们就可以全然得胜。阿们。
可以不可以？啊，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灵来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！不但有神的话、神的爱，还有神的灵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就会全然的得胜啊。然后诗篇十八章第三节这说：“我要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。”哇！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充满我们，就会把我们从什么仇敌的手中来救拔出来啊！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说，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祷告，当那个困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就怎么，我就赞美，哈利路亚。我自己的体会了，当困难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还呼喊哈利路亚。哇，呼喊就是一种敬拜赞美，哈利路亚。我有时候在国内呢，我有时候感觉那个压力真的太大，我会把我的窗户关住，没关住，家里关得严严的，把我那个家，我就在家里面呼喊，耶利哥的城墙倒塌吧，哈利路亚。哇，就是可以得胜，神的就把我们的灵就提起来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说依靠神的灵，我们可以完全的得胜，可以不可以？要多敬拜赞美，上帝的灵就会充满我们，就会把我们从什么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哇，所以今天你可能在失眠的当中，你在焦虑的当中，在一些忧虑的当中，可以大声的来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大声的赞美主，大声的祷告。不是说上帝听不见，也就是说你那么大声干啥了？上帝听不见吗？上帝是聋子吗？上帝不在你心里面住的？上帝听不见吗？上帝完全听见，关键是你需要提升你的信心，哈利路亚。当我们大声的赞美，大声的祷告，这会提升我们的信心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哈利路亚。你这个薛俊杰是跳来蹦去的干啥了？我要提升我的信心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的信心要提，当我们的信心就提升，得胜的力量就在我们的里边。其实上帝已经把那个得胜都赐给我们了，哈利路亚啊！但是我们要把它彰显出来啊！好，第六点，靠着主的得胜而得胜。最后一点啊，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：“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”啊，这话说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清楚啊！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。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他和我们完全一样，变成完全的人，完全像我们一样活在律法之下。但是最后他胜过了一切，还有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，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胜利了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怎么？要欢呼，哈利路亚。要怎么，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死亡都不能胜过我们，一切都不能胜过我们，疾病死亡全都不能胜过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，全然的，耶稣已经全然的胜利，我们今天要怎么，要欢呼，阿们，可以不可以？亲爱的家人们，欢呼吧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全然得胜了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感谢耶稣，他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，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而复活，把一切的仇敌全部掳来，就像我们今天打仗打胜了，把那个俘虏让他们游街一样，原来的意思就那个意思啊，展示给众人看，把一切的仇敌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跨胜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胜利，我们是跨胜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全然胜利，靠着耶稣基督全然，是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根基上。所以今天不要再觉得你自己软弱，我今天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，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得胜了，我就比他得胜的更厉害，哈利路亚。我可能讲一个小的这个一个比方吧啊，就差不多了啊。耶稣基督得胜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今天怎么叫跨胜？怎么叫跨胜？我们简单讲，就是那些打球的那些人，他们打胜了，你知道不知道谁最兴奋了？那个啦啦队最兴奋了，
那个拉拉的就是哦嘿耶，你知道他们那个打球的紧张打，但这些人最兴奋了，最激动了，他分享他们那个得胜那个喜，这个叫跨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弟兄们有这样的经历啊，姐妹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了。我们真的有时候哇，那个我就不知道，说以前有一个人开心的一下把他家的电视都砸破了，那个他那个团队得胜了，我太激动了，太开心了，完全得胜，这个叫因着他。那还有说有一个说他们，我听到一个例子说有一个拳击队员了，一个拳王了，哇哇哇打打打打打，哇打了个胜仗，当然他自己也打得披青脸肿的，但是得胜了。最后起来那个一二三四 second 的什么什么几秒以后他起不来了，然后这个胜利啦，然后你知道不知道胜利了以后给发10万奖金，10万美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然后他回到家以后，他把这个钱交给他太太，他太太怎么样？开心对吧？开心不开心？你要是他太太你开心不开心？你都没有打，把他打得披青脸肿的，结果你白白享受10万美金，你觉得开心不开心？这个叫跨胜，哈利路亚。他太太不用打的，把他打得披青脸肿，结果他太太享受10万美金，把10万美金都交给他太太，他太太享受这个叫享受得胜的成果。今天耶稣基督就这样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鞭伤，受了羞辱，受了针刺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现在让这个救恩的成果显现在他儿女的生命当中，所以我们这个叫什么？跨胜，哈利路亚。如果那个妻子把那个10万块钱藏起来，说哟丈夫我舍不得花，你看把你打得披青脸肿的，这个钱我绝对不能花啊，这个钱我绝对不能用。他丈夫都气得，我估计都，我这么辛苦不就为让你生活的幸福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么样的付出摆上，不就是让你分享我的喜乐吗？你只要是说哇感谢你的丈夫你太棒了，我为你加油，我为你鼓劲，我太爱你了，然后你就尽情的花10万美金 OK 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？只要告诉耶稣，耶稣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耶稣我谢谢你，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你站在他得胜的根基上，哈利路亚，享受他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，可以不可以？这个叫跨胜啊！这个即将一切的掳来，我们可以跨胜。再看一节经文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2章14节说：“感谢神，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怎么跨胜？”哈利路亚！说我们今天完全胜利了，主已经完全胜利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完全的胜利。耶稣就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，已经胜过一切罪案的权势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全然的医治，哈利路亚，因他被剥夺的一无所有，因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他成为贫穷是要让我们什么得享富足，领受丰盛的生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最少最少应当和我们做了8大交换，哈利路亚，他把我们不愿意要的，他把迎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失去的这一切，今天在十字架上他把它全部都拿回来，然后赐给神的百姓，就是赐给我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今天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太幸福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今天太幸福了，感谢主。那个拳王，那个耶稣基督已经把那个对手打败了，哈利路亚，所以我们可以享受10万美金，然后我们就是他的良人，哈利路亚，就是被他所爱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，所以感谢神，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跨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今天我们在主里完全跨胜，我们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所以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什么丰盛的生命，因为耶稣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了，我们的身份地位都不一样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今天不是靠你自己，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只管在耶稣基督的里边，他会把一切的美善都赐给我们的，他会把得胜的恩典力量都放在我们里边，那个得胜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今天已经在我们的里边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所以你就是那个拉拉队，每天欢喜快乐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早上起来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要欢喜快乐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哇，感谢耶稣，赞美上帝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他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舍了，成就这美好的救恩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一切的仇敌踩在我们的脚下，耶稣已经把他踩在脚下，我们只是宣告，我们那个支票上帝都给我们开好了，我们只要是愿意支取，愿意支取，那个全是你的了，健康也是你的，丰盛也是你的，美好的关系是你的，哈利路亚，服侍得力是你的，聪明智慧是你的，在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你的，告诉你别人说就是你的，别看我就是你的，告诉他说你是健康的，你是富足的，你是丰盛的，哈利路亚，你是聪明的，你是智慧的，你是可爱的，你是美好的，哈利路亚，你是越活越年轻的，你是可以返老还童的，哈利路亚，阿妹，感谢赞美主，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的爱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里边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，感谢主。所以记住啊，六点，六点啊，这是征战得胜的武器，在末后的时代实在我们需要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刚强站立，哈利路亚，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刚强站立，不但站立而且要站立得稳，不但要得胜而且怎么得胜有余。来，一起来一下，第一个，靠着主的宝血得胜，靠着主的名得胜，靠着主的爱得胜，靠着主的话和应许得胜，靠着主的灵得胜，靠着主的得胜而得胜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得胜，哈利路亚。他不但把我们的罪行，把我们的罪性，把这一切黑暗的仇敌都解决了啊！所以我们可以什么？全然得胜，我们可以全然得胜，哈利路亚。哇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哇，感谢主，我看到 Gary 了，感谢主，太开心了，得胜，好久没见他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可以不可以啊？这是我们的生命，阿妹，好，上帝祝福大家。好了，我们请敬拜团上来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以后我们唱完歌以后，我们可以先安静一下，我祷告完以后， 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祷告完就转过去走了，好不好？可以不可以？以后我们祷告完以后，大家稍微安静个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，稍微安静一下，想一下今天的信息了等等了，好吧？啊，稍微安静一下下，我们再出去。我让大家出去再出去。我顺便也再有一个通知啊，一会儿那个整个主日完了以后，敬拜团还是十五分钟以后，可以到那个副堂去练有练唱学习，诗班啊，诗班，对，就一样嘛，敬拜，失败啊，不是敬拜，敬拜团是正式敬拜团。好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安静我们的心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哈利路亚，哈拉巴沙沙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爱我们，主，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谢谢你赐下你宝贝的话语，谢谢你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边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为我们真的是死在十字架上，胜过这一切黑暗的权势，你败坏了魔鬼撒旦，哦，主啊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今天靠着你，我们可以走出软弱，我们可以走出疾病，主啊，我们可以走出捆绑，我们可以断开锁链，我们可以活出自由，活出平安，活出喜乐，活出健康，活出荣耀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回应你的爱，主啊，每一次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就是宣告我们在你的里边的得胜，我们就是跨胜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真的就像那个拉拉顿，我们真的是为耶稣的救恩而呼唤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唱，这个每一次我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可以起来一起唱，哈利路亚。
全心全力全解赞美主，因他心事广大，慈爱永存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一天几次全解赞美主，因他恩典够用，使我刚强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全心全意存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，因那恩典够用，使我刚强。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困境失恋失落遇见主，你为我成就大事，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。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，你为我再见伏笔，击溃所有仇敌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全心全力称谢赞美主，因他心事广大，慈爱永存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一天几次称谢赞美主，因他恩典够用，使我刚强。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困境失恋主来祷告。我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是否现在面对一些的仇敌，无论是疾病的权势，无论是关系上的障碍，甚至无论是经济上的缺乏，无论是服事上的这个软弱退后，方方面面的如果你生命当中包括你家庭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，如果你生命当中面对一些的困境、一些的仇敌的辖制，我们向主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向主来祷告，求主的宝血来帮助你，哈利路亚，你要奉主的名斥责这些的困难、这些的挑战、这些的难处、这些的捆锁，都要全然的退后离开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要求圣灵来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说我要明白神的心意，我要靠着神的灵全然得胜，哈利路亚，向主来祷告。我们每个人，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情况，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情况，向主来祷告，向主来祷告，开声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来一起来祷告，哈拉巴萨卡拉达沙巴巴巴巴巴，哦，赞美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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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宣告你是健康的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你得着全然的医治，靠着神的话、神的应许，今天全部都是你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宣告你是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任何的问题哦，在主耶稣基督里边都有全然的答案哦，感谢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开声开声向主来祷告，为你来祷告，为你的家庭祷告，为你的儿女后代祷告，为我们的教会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让神翻转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翻转我们的家庭，翻转我们的教会，翻转我们的社区，哈利路亚，开声向他祷告，你的祷告上帝特别特别的喜悦，哈利路亚，他一定会垂听，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运行，他就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就在我们的中间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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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我谢谢你，我们要全然得胜，告诉你自己，我要全然得胜，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要全然得胜，把这一切仇敌都要踩在脚下，哈利路亚，一切的恶者都要踩在脚下，你说我每天都要欢喜快乐，每天要平静安稳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谢谢你，主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救恩向我们显明，你成就美事在我们的当中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蒙上帝所爱的，我们是他所喜悦的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有神的救恩，有神的话，有神的灵，我们有上帝的宝血，我们靠着主的名来得胜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来，我们再唱副歌，来，哈利路亚。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，你为我成就大事，超过所求所想，我无憾，哈利路亚。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，仇敌攻击变为胜利凯歌，你为我拆解伏笔，击败所有仇敌，我要永永远远称谢赞美主。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主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，哈利路亚，愿神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当中运行，哈利路亚，可以击败那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，主啊，让我们全然的得胜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聚会就要结束，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，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圣灵保护者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同在。